同款是活动，也是关心的是为庆祝一年一度的水步节，同时提倡全民运动的健康概念。嘉义市水步局在咱台举办着“幸福岁月，新嘉义”的健康行善的活动，副市长张惠波和机关代表和热情的民众拢来参加。幸福岁月，新嘉义健康行，市民朋友一透早起来做伙行行。嘉义市副市长张惠波表示。政府兴建各项建设以及推动福利设施，需要靠着充裕的税收来挹注，才会用充分发挥到效益，让全民来共享成果。嘉义市的发展和未来，需要市民朋友做伙关注和努力。今仔日所举办的健行活动，也同时要提醒大家，买物件消费的时阵，要会记得所取到发票，会用增加政府税收。予市府有充裕的资源，积极来建设，民众也有机会获得每项单位开出的1000万高额奖金。啊，每年的7月7是税务节，啊，阮嘉义市税务局伫这个税务节的前夕哦，今仔是6月25来办这个幸福岁月新嘉义的这个健行的活动。啊，非常感谢咱嘉义市民今仔非常踊跃来参与。那么今仔每一个参与的民众拢有捐5张的发票，那么阮会将这5张的发票来捐予咱嘉义市所有弱势团体。那么今仔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目的，是要来鼓励咱民众会当踊跃的纳税，啊，大家各会当健康的来进行，啊，将这个捐的发票来捐予弱势团体来还做公益，啊，非常感谢各位民众大家共同的参与。现场还有宣城国小合唱团、静中国小、惠州国以及板国中子弟队等等的精彩表演，捐发票换好礼，气氛闹热滚滚。今仔日所募集的发票将专属捐予社福团体，将大家爱心教育活动分享出去，更期待会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。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